好，大家好，今天呢是星期二，然后也就是我们这个外汇的时间。那今天的话，一样的，我先自我介绍，我叫 Sky，OK。那在座的每一位伙伴朋友，大家下午好。那今天的话呢，一样也是透过我们这个 EQ 系统呢来做这个分析。那用这套系统呢，怎么去分析呢？之前我们有好几堂课都已经讲过了，那今天也有好几个新的朋友哦，刚刚我看的，OK。那好，今天的话呢，就也是一样，跟大家讲解有关我们这套系统怎么去分析，然后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场，什么时候应该要出场。好，之前我们一样讲过了，所有的这个指标，所有的界面，然后呢，这界面呢，总共有分成24个产品。这24个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会一一的进去看里面的这个指标有没有达标。然后我先把之前所判断的先把它还原，OK，先把它还原去这个太极图。好，还原了。那好。现在呢，我们第一支，我们先要去分析的就是，OK，我先讲一下吧，有可能一些新朋友不了解，OK。那我们这24个图里面，我们很简单的分析，先把这个太极找出来。太极在哪里呢？太极就是在这里啦，OK。太极呢，只要它出现在这个线条的前端，然后呢，我们就会考虑进去做分析。那好像这张图的话呢，它没有太极出现在前面，OK。它没有太极出现在前面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仔细看，像这张也是。而这个呢，太极在前端的，对不对？那太极在前端的，我们就会进去看哦。好，第一个我们就看这个澳元对加拿大，OK，澳元对加拿大的这个显示是属于做空单的，哎，做这个空单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太极是青色的，青色是做空单，然后红色是做多单。那做这个空单的那组的太极出现，我们的系统来做分析。然后之前我们有说了一样，一进来整个系统的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先看这个整个趋势。OK，这一边，那整个趋势的话呢，主要就是叫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做空市。那做空市的话呢，我们只可以做空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红，这个属于青色，对不对？第一个指标是属于做空单。那我们有说了，这个蜡烛必须是红，是青。然后呢，这座山也是往下，是属于青色的。然后呢，黄线必须在白线下面，这是符合做空单的。所以这只的单子呢，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已经是刚刚好是符合做空单的。那做空单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开始做了。那我现在就做这个单子。因为之前分析了那么多次都没办法做到单子，因为这个时间不对。那这个刚好时间刚刚好是可以做空单的。OK，然后我们做一个空做 sell。OK，那做 sell 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做 sell 的。OK。来做了下单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获利点在哪里呢？就看每一个人的需求。那我通常我的获利点呢，会是在100点左右，也就是说10个 bit。100点大概是，OK，就大概是在这里啦。可能你想要说，不要太冒险，尽早的话呢，你可以设在50点都可以。OK，那好，既然下了单之后呢，我们就再去找其他的吧。那好，这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图标放大一点。然后再来这个也是没有，这张图是没有的，这张图也是没有，而这张呢是这个澳元对美金。好，我们看一下澳元对美金，它是属于什么的呢？澳元对美金它是属于做空单，OK，空单来说，看整体来说它是属于做空单的，OK。那蜡烛已经出现，
是属于青色的，然后呢，这个山也是往下的，然后再来这个黄线也是在白线的下方。那这个单词呢，它的确是符合做空单的，那我们也做一个空单。好，再来就是还有哪一个单词是可以做分析的呢？这个没有太极，而这个太极的话呢，它离这个线非常远，我们迟点再看，我们看比较接近的。好，就这个珐琅对峙岩。珐琅对峙岩呢，整体来说是属于做空单的，然后空单和这个多单它非常接近，所以它头一个呢是属于做空单的，所以我们继续看。好，系统显示这个单子只可以做多单 ，OK， 它整个趋势属于涨的。那做多单的情况下呢，我们必须是蜡烛是红色，然后呢下面这个呢也是红色，然后呢这个黄线呢必须在白线上端，可是呢这个是属于不符合的这个单子，不合的指标，所以呢这个单子呢我们这一个图的话呢基本上是不符合，而这个单子呢这个图呢它的太极在蛮挺后端的，所以呢我们就稍后再做判断。那目前呢还有一个欧岩对峙岩 ，OK， 欧岩对峙岩呢目前整体来说它是属于做空单的，而且呢它和这个多单有点靠近，所以呢第一个太极它是属于做空单，这空单的话呢我们就进去整个指标来 ，OK， 空单，然后呢整体来说我们有说过了，进来的时候就先必须看这个指标，好，这个指标呢整体来说是属于做空单的，对，没有错。那空单的话呢，我们的蜡烛必须是青色，然后呢这个山呢它必须是青色，然后呢黄线必须在白线的下端，然后我们这边也看得到，之前我们有说了做单子的话呢尽可能找一些这些山比较波动，它也是说它波动会比较大的单子来做。我目前呢我从这边看得出，就是说这个它虽然是符合这个做空单的指标，可是它整个力起来是没有的，它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力度不是很大，所以呢力度不是很大的单子通常我们都不做考虑，因为呢当你下单的时候力度不够大的情况下，它是很难在短时间获利的，可能它的回调率蛮高，所以呢这个单子也是属于不符合的。所以呢在座的朋友学生呢，你们同学呢，你们就看一下，也要稍微记录一下，如果在符合的情况下量不够，就是说这个山它不够大的时候呢，情况下呢尽可能就不要下单哦。好，我们再看一下有哪些单子是可符合的。再来就是这个欧岩对英镑。欧岩对英镑呢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太极显示是属于做空单的，但是它呢它和这个多单的太极是非常接近，所以我们进去系统里面看一下。单子呢整体来说是属于 做多单的 OK， 那多单的话呢我们必须是蜡烛是属于红色，然后下面也是属于红色的，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指标蜡烛是属于青色的，当然这个单子有可能它接下来会是红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整座山开始走完了这个跌势的这个趋势，那跌势趋势它走完之后它必须要有一个回调，所以呢这个再加上呢在这个蜡烛的下方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太阳出现的，对不对？那太阳出现的话呢也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阻力，那很大的阻力的话呢它就可能会回调再做一个多势，然后空单的话呢它的阻力是非常大，当然它还是有可能把这个太阳给推下去的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等待，然后呢再做一个分析，所以这个单子可以我们可以把它保留起来，然后保留起来呢我们待会再做一个分析。好，再来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单子是可以做的。欧元对美金 OK， 那欧元对美金呢目前我们呢整个太极图可以看得出它是属于空单的 OK， 空单可是它的前端有一个多单的太极出现，所以我们还是要进去我们系统里面记，那整体来说它属于做空单的 OK， 那空单的情况下呢蜡烛青色没有错，那下面这座山呢它的山的量也是蛮大的，然后也是青色，然后也刚好黄线在白线的下，有看到吗？这个太极这个太阳已经出现了，太阳出现的话呢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主力开始有了嘛，对不对？主力有的时候，通常这个单子我们也不考虑做，OK。所以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主力来的，它的跌的趋势呢又开始被削弱了，所以单子我们就暂时放弃。只要有太阳出现，然后如果要是做空单的，那就没办法了。OK，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指标是符合的。再来就是这个英镑对澳元，英镑对澳元的话呢，目前它的太极是离得挺远的。那我们再看一下比较靠近的，就这个纽西兰对美金。那纽西兰对美金这个图表呢，我们从整个太极来看，它是属于做空单的。OK，那空单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进去我们系统。OK，那整体来说，它是属于做空单的。OK，没有错，它是属于做空单。那空单情况下，蜡烛必须是青色的，然后呢，下面的蜡烛也必须是青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量呢，它是挺大的。再来，黄线必须在白线下端，然后这是符合的。可是呢，我们往往做单的时候，也要知道说，这个蜡烛它才刚刚开始形成第一支蜡烛，所以呢，这个单子有点风险。必须等确定了它，我们才做这个单子。那要什么情况下是确定呢？也就是说，等这支蜡烛它完成青色，然后第二支蜡烛出现青色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做单。所以呢，这个呢，你们也尽可能把这个笔记给记好。要做这个单子的时候，好像青色，你必须等第二支蜡烛确定是青色的才做，因为呢，如果没有确定的话呢，它往往会变成红色，那变红色呢，它有可能会反弹做多单的，所以这个单子它很有可能的这个跌的这个空势是非常几率是蛮高的，因为呢，我们从整个蜡烛图表来看，它整个这个太阳出来了，也就是它主力已经出现，一主力出现。然后开始往下，已经青色蜡烛出来，然后呢，整个趋势属于做空的。再说整座山呢，它开始往下，然后呢，黄线呢，它已经穿越了这个白线，然后黄线是在白线下端，所以这个单子呢，再多一个30分钟左右，16分钟吧，17分钟左右呢，我们再看第二支蜡烛，它是属于青色还是红色？如果确定是青色的话呢，就可以考虑做这个空单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单子呢？好，再来就是美金对加拿大，目前是在挺远的，所以这个就不进行分析了。然后这个单，看一下，好，再来美金对日元，再来就是英镑对美金。OK，那英镑对美金，好，我们进去看一下英镑对美金。英镑对美金，应该我们刚刚有看过了，对不对？我们再进去看一下是属于做空单的。OK，那整体来说它是属于青色，青色属于做空单，然后呢，这个蜡烛属于青色，没有错。然后呢，黄线已经突破了，然后在白线的下端。然后呢，我们有看到的，就是说这个黄线它好像有点要回调的趋势，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单子我们还是先考虑不去碰它。我们要确定说这座山往下的时候，它的这个青色的线条是在这个山的下面。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再考虑做吧。好，整体来说，我们目前已经下了两个单子，OK，下了两个单子呢，我们就看今天能不能获利。如果今天获不了利的话呢，我们在下一次的解说的时间，我们再展示下，看一下我们这单子是不是获利的，OK，请大家给记录下来。好，我们既然这些已经分析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分析那些太极离这个线条比较远的。所以呢，我们先优先考虑，先去分析这个太极在线条前面的，先做分析。
那接下来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去分析太极在这个线条比较后面的。然后至于说在线条整个图表里面是没有太极的出现的话呢，基本上是不需要去看的。然后这个太极离这个线条比较远的，它是属于做多单的。OK，做多，看一下。整体来说呢，它是属于做空单，OK，做空单的。然后呢，刚刚我们太极是在后端，然后它是属于做多单，对不对？那这属于做空市空单，然后做空单的话呢，蜡烛它现在目前是红色，然后呢，这个蜡烛也这个下面的山也挺大的哦，然后它是属于做目前是属于是多事的。那这个单子呢，很有可能再多一个小时，它就会变成青色，就可以做空单了。为什么呢？从我们的系统来分析，它整体是做空单的，对不对？那空单的情况下，看到吗？太阳已经出现，太阳的出现呢，也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阻力。OK，就是它要突破这个阻力的话呢，它是有点难度。如果它有本事突破了这个阻力的话呢，它就开始往上冲；如果它没有办法突破的话呢，它就开始往下跌。所以呢，整个下面整个量、整个趋势的整个MACD，我们看到它是开始要回调下去，可是几时呢？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还要静观其变，就是看看一下，拭目以待，看一下我们这个蜡烛它不会往下掉，然后呢，这个山呢它是不是可以往下的变成青色？那如果是可以青色，第三只属于青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做这个空单了。所以这个呢，加拿大对日元，你们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大概可能多一个小时吧，因为这是30分钟图，所以大概多一个小时吧。然后你咱们再进去看一下，它是不是符合的指标？如果是的话呢，就可以考虑做单子了。好，再来就是还有哪个单子呢？欧元对法郎，欧元对法郎的太极图是在后端的，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法郎的整个趋势呢，它是属于一个空单的，OK，空单的从早上到现在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整个交易量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单子这种单子呢，通常我们都不会去碰它，OK，因为整个趋势属于一个空单的，OK。所以大家要记住咯，如果说整个量它非常小的情况下，就不要去碰。然后我们尽可能去碰一些量比较大的，量比较大的话呢，成功率会来得快，而且呢，等待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好，再来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些单子是可以处理的。这些前端呢，我们刚刚已看了，然后再一个这个英镑嘛，英镑对欧元。澳元，英镑对澳元整体来说是属于做多单的，OK，做多单的。然后，对这个单子也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可能在这个蜡烛出色青红色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做多单。而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确定它是不是可以做多，但是呢，它的多的几率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整体来说是做多，然后呢，整个山也开始跑完了，然后开始要往回调，然后呢，黄线开始在白线的上端，所以它的涨的其实是蛮大的。再来，它阻力在哪里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阻力，就是这一点点，看到吗？一点一点青色的，这个呢是哪一个？所以不好意思 就是它的阻力是非常大的。今天如果蜡烛有本事突破了这个阻力线，然后呢？在这个阻力线的上端开一支新的蜡烛，这样的话呢，它涨的其实是非常明显，而且呢，成功率是非常大的。然后再来这个阻力看到了吗？也就是它跌的这个趋势开始被削弱很多很多，所以呢，这个涨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单子呢，英镑对这个澳元呢，都可以关注关注。好，再来。还有哪些单子是可以进去做分析的呢？目前来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金对加拿大，哎，美金对加拿大吗？OK，对，美金对加拿大，那整体来说是属于做多单的，OK，做多单的。
OK， 那多单的话呢，它的蜡烛必须是红色，目前是青色的，然后呢下端也是青色，所以这个指标是属不符合，但是它的整座山开始跑完了，开始要回调做这个多事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考虑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稍微的留意这个单子，因为呢其实是做多的，山开始跑完，开始要回调，可能会出现红色，然后呢黄线已经开始突破了黄线白线，然后呢开始在上端，然后再来这个太阳已经出现，太阳出现呢它的主力跌的趋势是非常非常的低了， OK， 再来它一个主力上升的主力呢就是在这里， OK， 大家看到吗？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呢，只要蜡烛可以突破这个大主力的话呢，往上冲的话，它的涨的趋势呢就开始来了。那它的趋势，它的涨的趋势会去到哪里呢？最高可以去到目前，以目前判断可以去到这里， OK， 就是在 1.41507 这个位置，它是一个有一个阻力点，所以呢它有可能会在这里做一个波动，一个盘整，一个徘徊，所以呢大家可以稍微留意刚刚我说的几个产品，你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哪些单子呢？就是这个美金对日元。那目前美金对日元的话呢，美金对日元整体来说，昨天开始一直就是做多单的。那我们回看一下，以往都是做空市的 ，OK。那今天开始，昨天开始呢，就是一做多市了。那多市情况下呢，必须是红色，然后蜡烛是红色。然后下面的量呢也是红色的，再来黄线必须在白线上面，这是符合的。但是我之前有说的，要做的单子呢，蜡烛必须在三支和四支以内，超过第五支的蜡烛就不要再碰了，之前有听说过吧。然后呢我有讲解过说，要下单在四支以内，四支以后就不再做，因为呢它的四可能会转了，所以呢这单子也是属于不符合的， OK， 那这个单子就放弃咯。好，目前我刚刚已经分析了好几，就是24个产品已经分析完了，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比较符合的可能就要等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这个期间你们再做一个判断。所以呢今天大概就是分析到这里，然后呢自己说你们下单的话呢，来，可以啊，然后我们可以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的有 Next， 然后来讲解一下他为什么从一个完全不了解外汇的一个小女生，然后透过了这套系统，在短短的大概几个小时里面就非常熟悉整个系统的操作，而且操作的成绩呢坦白说他的成绩的确是很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剩下时间呢大概有十分钟，好，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我们的有 Next。好，等下请。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我可以做一些分享，就是说我本来是都想学习投资方面之类的东西，不过之前呢都看不懂，就是外汇要怎样操作啊，然后就直到我遇上这个 EQ system， 我就觉得哎很容易，只要真的我们会分辨红色或青色，然后就可以，就是可以下单，可以操作。主要真的是我们听话，照着就是那个八卦出来了，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获利了。其实真的是，个人是觉得非常容易啦，非常简单这样子咯。还要讲吗？OK， 本来是我想问一下说，在你操作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吗？好像跟着我们系统这样子来操作。
其实基本上跟住系统来操作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啦。我个人觉得是准确度是蛮准的，只是除了一些可能真的是有什么大新闻呐那种，就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吧。其他一般上呢，真的是如果是你讲50点的话，有时我进单应该15分钟里面通常都出单了的。这样你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做这个单子的呢？我通常就是跟老师的时间就那3个阶段就是早上的时间压盘的时候8、9点，然后中午就是现在这种时段3、4点欧洲盘的时候，跟晚上9点、10点那个美国盘的时候咯。OK，这样就是说你也是算是一个属于听话照做的学生吧？对，我觉得听话照做就很容易获利啦。因为有很好的系统给我们去跟我们分析了，我们其实真的只要听话照做就可以获利了，不要去跟系统挑战。OK，在目前你这个单子，你是大概做了多久呢？我其实真正接触的时候是去年一，诶，是今年一月咯，今年一月的时候，然后就草 demo 整熟悉整个操作了之后就开始 track 真钱咯，就开始 track 真的户口咯，就 OK，到现在应该1、2个月这样吧。这样你看真钱的时候，会不会感觉紧张啊之类的？还好啦，还好，因为还就好。是我们跟住老师讲的，哎，你的本金多少，然后就那个 track 的 amount 多少，所以就还 OK 啦，是自己舒服的范围内咯。这样很好很好。像目前，你单子应该很多都是获利蛮多的吧对。？OK，好，大家一起互相学习，然后到时候可能就要派你上来跟我们讲解一下的咯。哇，我的讲解很简单，就是红色买上，青色买下这样子。对，所以我们 EQ 系统呢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你会看懂青色、红色，然后呢指标跟你说是整体来说。是做空的，你只能做空单；然后整体来说是做多单的，你就可能做多单，就是青色就做空，然后红色就做多，对不对？对。好。那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的 Fiona 也是非常感谢他来分享一下，他从一月开始就来接触了这个 EQ system，然后呢，也运作了大概接近着4个多月到5个月了吧。如果今年是5月的话呢，大概运作了5个月，然后这套系统的话呢，也帮他获利了不少钱。OK，那相信我们接下来的话呢，都会陆续的办一些课程，让大家来参与，然后来了解整套 EQ system 是怎么去运作，然后呢，在风险管理的时候，就是你本金有多少，你下的手势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保证说你的这个爆仓的几率会跌到很低很低。好，我们的时间大概还有5分钟左右，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之前所分析的还有哪一些单子是可以已经开始达标的呢？好，刚刚我们刚看了这个法郎对这个日元，那法郎日元这是涨，是做多单的，然后呢，它的山也开始出现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开始出现了，然后呢，太阳已经出现了在这个蜡烛的下端，OK，那也就是好，刚刚4点了，OK，跳了一支蜡烛，所以。这个单子很有可能就是做多单的，然后呢，这个单子我考虑一下做一个多单。好，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单子是可以处理的。因为呢，我们的图表是30分钟，OK。所谓30分钟的话呢，也就是说每一支蜡烛。
这些蜡烛嘛，每一支蜡烛呢，它是30分钟，每30分钟它就会跳一支新的蜡烛 ，OK。然后呢，这个属于做空单的 ，OK， 空单的，目前空的是有点难度，因为呢，太阳出现在这个蜡烛的下端，然后呢，它有一个主，它也是它的阻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下面也是属于红色，然后呢，也是属于不符合的。好，整体呢大概分析就是今天的分析呢大概就是到这里，然后呢下一次的时间呢就是在我们的星期四吧，星期四的时间，然后我们会再通知然后可能到时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然后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还是什么想要大家想要去更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我们会有服务人到时会发这个微信的这个群组给你们去进群去了解。好，今天的整个分析呢大概就到这里，然后刚刚我有分析的那几支的话呢，你们可以多多的去留意哦。好的，就到今天的分析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参与，谢谢。